这木头的，这高地耶。Oh my goodness！ 买这只多少钱？
出来就不用刷啦。啊 ，Go。香港机场。康康迪士尼，好，我可以进来看一下啦，买一只回去做纪念。哦，买包包啊，哦，太可爱了吧 ！Oh my god！什么买一只回去啊？我没有买啊，这个那么可爱，我不会买这个。陈爸躲起来了啦，他吓死了。你知道买一只他吓死了。Oh my god， 那是买这只多少钱？这多少钱？嗨。这是叫什么名字？你不知道？好呀，你都不知道。要包包吗？包包要钱吗？啊，这里啊，18。塞进去包包里面。袋子18块。要吗？18块。好啊，一个18块。不用吧。这个18块，18、20、20、20乘以80块，哇！它是一般的可乐，那你是什么？松饼，热香饼糖浆，是吗？热香饼，啊，我这是那个，我、哦、要学在当地耶，假爸，就是那个清鸡汤版。板烧鸡柳粉餐，鸡柳粉餐。哟，环保哎，你看人刀子用这木头的，这纸哎，这木头的，这高级耶。什么？买卡子啊？你最喜欢的卡子？如果你小时候来这里，可能都掉。踢笑了，嗯。走不出来了。这买卡尺，卡尺，我靠，卡尺，还有这个的哦。哎，怎么你小时候买这个嘞？都一模一样嘞。都是这些东西。对啊。换驱动吗？没有四轮驱动。哇，这里面更大，那把它逛一下好了，把它花掉好了。我们是26，36，26是伦敦啊！啊，陈爸不是要去那个26，26转机 ，Go 哦，好帅气啊，真帅气！哦，我们刚好最低。最远的距离8分钟，最底。
我们25分要到。25分要到。嗯。28开到了。陈宝，你要去哪里？陈宝，你要转机呀？转机伦敦吗？有很大台吗？这大台的吗？陈宝飞到了，要上飞机吗？坐这台，哦，差那么多，大小台差那么多。我们这个455的，柏林顺，差不多到了。什么喜欢坐的三等舱？是不是？新宇。鸡头，塞车了，哇！塞车了啊！30，我们的最后面的。有，应该有了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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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吃饭了。哦，这边还，这边可是大肚子的嘞，哦，麦克都有。月饼，啊，这个什么？啊，这个不行。
可以吗？水果3000。哎呀。